You can come here.又见面了，真开心！要请您跟所有全球的迪奥的朋友们，还有你的粉丝们道个好，来这里。Hello，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正在秀场参加秀前的直播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呢和热巴再一次相约在巴黎啊。去年也是我和你，我们站在杜乐丽花园。对，又一年了。是。对，除了你越来越美以外，也越来会选择迪奥的衣服。这一件是2025的早春。对对对对，真好看，成衣系列。对。然后今天就比较酷一点。有一点暗黑的气息。对，但是其实也有多很多这个女神的风采在里头。是有一点像女战士，比较契合今天的主题。哎，你看到我们那个预告片里面的那种感觉了吗？有，我觉得就特别期待，因为也是在美术馆里举办这次的秀嘛，所以就很期待看到一会儿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热巴作为大使是非常称职的。像我们之前在9月1号在北京的那一场展览当中，其实热巴也跟我们聊了很多跟艺术相关的。其实 Maria Grazia 每一年也会每一季都跟艺术家去合作。对啊，你在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期待的点呢？因为刚才我有听说里面会有表演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期待，因为从来都没有在秀场上看到过有表演，所以觉得应该是一个会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秀。哎呦，这一点让我们真的更期待了。对，其实以前我们会看到装置的不同，对吧？对对 对， 对，现场的不同，如果有互动有表演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会更加惊喜的一次大秀。是的。然后对于女性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春夏的女装的成衣，你自己会有哪些期待和设想的？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服装正合你意啊？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穿黑白灰这一系列比较深的颜色的，所以我会更加希望像春夏的系列会有一些比较深色系的。当然如果有其他的我也都会很喜欢，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像我今天穿的这套 look 一样，会有一些比较深的一些衣服，比如说像风衣啊，或者大衣啊，或者帽子包包之类的，这样会比较好搭配一些。虽然万千色彩在热巴身上都可以得到很完美的诠释，但是你既然喜欢黑白灰，那我们就会共同的期待穿着黑白灰的迪丽热巴。谢谢。好吗？那我们一会儿秀后见，我们还要再聊哦。 好吗？谢谢热巴。拜拜。谢谢谢谢。又见面了，真开心。要请您跟所有全球的迪奥的朋友们还有你的粉丝们道个好，来这里。Hello，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正在秀场参加秀前的直播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呢和热巴再一次相约在巴黎啊。去年也是我和你，我们站在杜乐丽花园。对，又一年了。是。对，除了你越来越美以外，也越来会选择迪奥的衣服。这一件是2025的早春。对对对对，真好看，春夏的成衣系列。对。然后今天就比较酷一点。有一点暗黑的气息。对，但是其实也有多很多这个女神的风采在里头。是有一点像女战士，比较契合今天的主题。哎，你看到我们那个预告片里面的那种感觉了吗？有，我觉得就特别期待，因为也是在美术馆里举办这次的秀嘛，所以就很期待看到一会儿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热巴作为大使是非常称职的。像我们之前在9月1号在北京的那一场展览当中，其实热巴也跟我们聊了很多跟艺术相关的。其实 Maria Grazia 每一年也会每一季都跟艺术家去合作。对啊，你在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期待的点呢？因为刚才我有听说里面会有表演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期待，因为从来都没有在秀场上看到过有表演。所以觉得应该是一个会让大眼前一亮的秀。哎呦，这一点让我们真的更期待了。对，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会看到装置的不同，对吧？对对 对， 对。现场的不同，如果有互动有表演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会更加惊喜的一次大秀。是的。然后对于女性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春夏的女装的成衣，你自己会有哪些期待和设想的？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服装正合你意啊？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穿黑白灰这一系列比较深的颜色的，所以我会更加希望像春夏的系列会有一些比较深色系的。当然如果有其他的我也都会很喜欢，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像我今天穿的这套 look 一样，会有一些比较深的一些衣服，比如说像风衣啊，或者大衣啊，或者帽子包包之类的，这样会比较好搭配一些。虽然万千色彩在热巴身上都可以得到很完美的诠释，但是你既然喜欢黑白灰，那我们就会共同的期待穿着黑白灰的迪丽热巴。谢谢。那我们一会儿秀后见，我们还要再聊哦。 好吗？谢谢热巴。拜拜。谢谢谢谢。
艺术家去做啊，你在这一块有自己的一些期待的作品。